那我们静怡那边，稍微先介绍一下，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再看一下，我们要走过去开车哈，到他们家的楼上去。我请香玲先介绍一下。如果大家在那个旁边往下看，刚刚太小了啦，高速往下看，可以看到我个人拿袋子，我们家就有一个大，明天还有机会。我现在是养那个鱼的，然后他平常养鱼很忙，然后我在家在啥没关系，关系很大的关系，我都这样跟新人分享。下去左边的是吗？没有，我们现在回去开车。开车跟我走，好，那我们去看个道路，现身说法再来看你啊。我们今天谢谢罗大哥帮我们准备午餐。好，谢谢。罗大哥，太客气了。